每天狂卖5000碗的兰州牛肉面，一天大概排客量有多少？大概就是5000到6000左右。嗯，由于它的面条完全都是手打手工，吃起来咬起来就是有嚼劲。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最大的特色就是1200/3无4例。宗教气氛浓厚的穆斯林程序，最后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手势，代表什么样的含义？那个就是你做完礼拜之后，你用心向真主祈求你要的。最令人感动的膜拜方式，这个动作呢就叫做磕长头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事实上是相当的吃力。这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坚定的这个信仰啊，真的是很难做到。多元化的民族，多元化的信仰，多元化的美食，跟着我们的脚步，一同发现甘肃，发现大慈路。